加拉太书第一章。做使徒的保罗，不是由于人，也不是借着人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，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，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，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。但愿荣耀归于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。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但无论是我们，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，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。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，唯独往亚拉伯去，后又回到大马色。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，和他同住了15天。至于别的使徒，除了主的兄弟雅各，我都没有看见。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，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。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，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，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，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，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。第二章。过了14年，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，并带着提多同去。我是奉启示上去的，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，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，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。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，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，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，要叫我们做奴仆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，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，不论他是何等人，都与我无干。神不以外貌取人，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，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，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。那感动彼得叫他未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，
也感动我，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，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、基法、约翰，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，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，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，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，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，因他有可责之处，我就当面抵挡他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，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，及至他们来到，他因怕奉割礼的人，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。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，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。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，与福音的真理不合，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若随外邦人行事，不随犹太人行事，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？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，不是外邦的罪人，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，不因行律法称义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，却仍旧是罪人，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？断乎不是。我素来所拆毁的，若重新建造，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叫我可以像神活着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不废掉神的恩，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，基督就是徒然死了。第三章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，你们受了圣灵，是因行律法呢？是因听信福音呢？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你们受苦如此之多，都是徒然的吗？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？那赐给你们圣灵，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，是因你们行律法呢？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？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，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，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都是被咒诅的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。因为经上说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律法原不本乎信，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
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弟兄们，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虽然是人的文约，若已经立定了，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。所应许的，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。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只是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我是这么说，神预先所立的约，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，叫应许归于虚空。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，就不本乎应许。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。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，神却是一位。这样，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，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已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